陈伟伦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爸妈，谢谢你们21年来的养育之恩，虽然今年不能够回家跟你们一起庆祝，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想说，爸妈，我爱你们，我答应你们一定会好好念书，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希望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，谢谢你们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